赵建明错了吗？绘画这哪里是问题？赵建明当然是错。嗯。可是台大院为什么出现赵建明？这才是问题。嗯。台大院在历史上从头到尾不敢面对这个问题。为什么不敢面对？他的规旁的砖通通都有嘛。什么规旁通通有是有什么？我问你了，他怎么回来台大当住院医师的？嗯。他本来在恩主共嘛。对。他怎么升主治医师的？嗯。他怎么考到博士班的？他念博士班不用写作业吗？嗯，他不用期中考、期末考吗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哎、欸，这每一个问起来都很，而且都是梦幻结果。所以行业嘛是商业，你们门下不苟。不是，哎、欸，不然太多。主治医师有人家看。不是啊，不然太多，他哪有时间去瞧事情？嗯，哎、欸，问你呆呆做一些，所以呆呆做这医生的婆，是婆难的。所以可以是你当初我也跟你讲过，你讲呆呆无教赵建明教好，对啊，你就是这个意思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坦白讲哦，赵建明是，如果我是他的老师，今天不有赵建明这个案子。嗯，后来我跟他讲，你干嘛变有贪嘛？阿扁是这样，阿扁是博赞赞。嗯，因为我用过很多人在讲他的故事。如果人家送你一个 LV 皮包就算了，那 LV 皮包里面还有500万的旅行支票，你敢修建的，这博赞赞嘛？嗯，不用。就皮包无要紧，不啦，你讲不啦，你讲 LV 皮包20000块就得一个什么送去了，里面人家在说那个婚礼的时候送礼了，那个里面还有500万支票，啊，但是我没有在现场，我不知道，党在是党在跟他讲的，然后说啊，党在是无赞赞的，上面两个你讲。对不啦，很多那商业界人跟他讲，哎，搞不好并不是真的啊。嗯，对啦，但是这样啦，如果很多人讲还是不对。有多少人跟你讲？太多了，哇塞，多到算不清了。